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呢，继续我们的厕所塔防啦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一样继续来实测我们的单位哈。我们上一集呢实测了以下面这些单位哈，那总共是五只嘛，那测试过了，我觉得这只嘎德里呢怎么样呢？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上一集，好不好？你就可以知道这只嘎德里它到底怎么样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么今天这一集呢，老头打算要来测，我来看一下哈，一样是这个金币召唤池里面的好了。那这个普通箱子的部分呢，都没有实测过，所以呢，老头现在打算要来实测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马桶为什么它直接没有图片，发生什么事情？好奇怪哦。而且它快要更新了，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会不会换单位啊。对啊，因为这个已经过这么久了，怎么感觉还没有换一批啊？之前有那个什么浅灰色的突变马桶，怎么没有看到？浅黄色的突变马桶啊，没有看到，好奇怪啊。我们等它一下好了，我们等它一下。哦，重置了，各位，它重置了之后它还是一样，所以说那只浅黄色的突变马桶它不在这里面，所以之前那些人到底是怎么抽到的啊？到底是怎么抽到的？我看到有人在卖，你知道吗？好啦，反正呢不管了，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来看一下这个能力哦。这能力的部分，厕所就叫厕所，这个是非常一般的一个单位，基本不能再基本的啊，伤害只有400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迷彩厕所。是因为它是迷彩，所以说它没有图片是吗？它有建设伤害，然后秒伤是2000，然后这一个是黑手党厕所，秒伤是9000，然后这个是飞机马桶，它有 AOE 又可以移动，秒伤是1100，然后再来是突变马桶，秒伤是50000，可以移动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五只吧，好不好？这个只要50块哦，这个只要50哎。我看一下，这个只要50块钱，哎呀，真的是。那先给他放在这里，帮忙打一下这样子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现在有一点钱啦，先来升一下这个最普通的马桶哦，花个100块升上去，加140攻击力哦，变大只了，变大只了啊！原来它会变大，再花个300加360攻击力，又变大又变大了，所以就从马桶变中型马桶，再变大型马桶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了，这个看完了，我们可以把它删掉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不寻常的这个迷彩厕所啊，这个迷彩厕所，他们的每个脸真的都很可怕嘞，搞成这个样子。花个500块，扣100攻击力，哦，直接雷射了，哎呦，直接雷射了，我天哪！再花个900加1300攻击力，哦，直接发炮了。我又发炮了哦，然后再花个1400加500攻击力，看一下外观。马上换个表情呢，这个是直接去整形的吧？前面那个脸是多么的狰狞，现在呢，帅的一批这样子啊。然后他头上还戴个帽子，有个那是老鹰是吗？贝雷帽呢？不得不说这个机甲看起来挺帅的，就是了。我有点意外他会变成这个样子，是真的有点意外。不过他的这个造型不是造型，这个 icon 没有出现，超好笑的。好啦，再看一下黑手党哦。黑手党的话，我们这个直接卖掉，放个黑手党。黑手党一开始也是用撞的啊，我觉得他应该也会变化很大哦。那哇塞，7000 ，You sure？哦，那么帅，哇塞，可色可惧，这么的帅，满等呢？就这，好、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就马上来看一下后面那两只吧，好不好？我一样重开啊，待会回来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回来了哦。那原本老头呢是要再介绍另外两只嘛，对不对？另外两只传奇单位跟这个神话单位嘛，就是突变马桶跟另外一只叫什么来着？
飞机厕所嘛，对不对？但我想了一下哈，它这个金币召唤呢，其实还有另外两只哈，就是这个强化变异者厕所跟我们的 DJ 厕所。那这两只呢，基本上目前因为游戏 bug 的关系，所以召唤池召唤不出来。哎，这个只有一开始抽的人哦，才有机会拿到。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呢，数量是451只哦。哎，现在是抽不到的。那想说，老头既然已经有了，那赶紧的介绍给各位看一下好了，啊，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能力是如何。啊，那就是现在基本上就隐藏单位啦，啊，你把它想成隐藏单位也是可以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带这一只，啊，然后再带上我们的 DJ 厕所，还有变异马桶。然后变异马桶之后呢，我看一下哈，我们的那只传奇单位它的价格是多少啊？是这只吗？不是，是飞机马桶，这个是要1000哦。哇，这样子我会没有钱呢。这个又要再分批了吗？我怎么感觉好像又要再分批？因为我没钱啊，不然这样啦，我们就分两批好了。只是我会比较麻烦一点就是了。好，准备要1000块钱了，我们来放一下飞机马桶啊。这个飞机马桶长这个样子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这样子好了，这样可以打比较多啊。这个飞机马桶就飞来飞去，然后做攻击，然后脸很凶这样子，一颗头在上面，然后他升级居然要4000，完了，射不过了吗？哇，太硬啦，我是不是要输掉了？赶紧放一个这个压压惊一下，放哪里？放这里，放这里。对啊，揍死他啊。哇，有了有了，成功的撑住了。我们他们两个在干什么？先来升飞机马桶。哦，直接扛那个汽油桶了。欸，那不是汽油，那上面是辐射标志啊，辐射桶这样子。然后还要再花个8000块啊，我的天啊。哇塞，价格好高啊那个。哎，顶得住吗？顶得住吗？不要再跳过，再跳过我要死了。他们这个价格都好高啊，快要8000，快要8000了。这个加14000啊，8000，升上去，升上去。哦哟，变成绿色的，不是绿色，黄色啊，黄色，直接炸！哇，看一下。炸多少啊？都被图片马桶挡住了。这个炸一次22000这样子，哇塞！哦呦，直接炸掉了啊！不是说好 A O E 吗？我怎么感觉范围好小哦？对啊，说好的 A O E 在哪里？并没有啊？还是它的 A O E 是属于它这个外圈？感觉又不太像的样子呢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它还打领带，好笑哦。这个打领带很奇怪呢啊，7000了，升级哦，穿重甲，他那本原本是穿西装，现在变穿重甲啊，穿过去铁拳这样子啊，他超忙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超忙的，揍来揍去，一直跑，一直跑这样子，然后这只是可移动而已，他还是打单体啊，这家伙还是打单体啊，天哪，只不过他下一个升级加40000伤害。我猜啦，这应该是……不对嘞，秒伤才50000而已，为什么这个加上去秒伤是多少啊？75000啊？为什么？太奇怪了吧？他是秒伤50000，但是他的伤害整体下来是75000啦。哦，我懂了，他是1.5秒打一下啦，没事没事。感觉好像快要顶不住啦，快顶不住了啦，笑死！撑住啊！有了12000了，升上去。哎呀，12000那个脸变得更猥琐了，黄色的衣服啊，1.5秒，75000。就是这个样子，这家伙就是长这个样子，突变马桶。好啦，各位应该也看到了吧，长这副德性。
啊，猥琐猥琐的，还笑成这个样子，太可怕了。然后很奇怪，它上面写等级一，我明明就已经等级三了，它还等级一啊，这个标示错误。哎，这个标示错误。然后这个等级三真没错，正确。但是我这一只，它上面写等级一啊，没有设计好哦，抓到了哦。好啦，不多说了，马上来看下一组。OK， 我们现在有一些钱了，我们先来放一下这个 DJ 厕所。这个 DJ 厕所的话，放在这里好了。然后它没有什么声音诶，它就是这样子一直动来动去，这样子就是 DJ 厕所啊。我觉得它等下升级就会像它这个图片一样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我再放一下这个强化变异厕所，它会移动嘛？放中间。哦，直接开灶。只是它这一只的话，感觉就跟之前那一只变异厕所差不多，哎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对啊，而且它上面明明是说叫做什么浅黄色的变异厕所，为什么它这边直接叫强化变异者厕所？啊，很显然的，它这个翻译又有点问题了，不是翻译啊，应该是作者他的那个。他的那个日志的那个翻译出了点问题啊，对啊，我们现在来升一下这个好了，4000块，哦，直接变这么大一只啊，瞬间蹲短狼，太可怕了，直接蹲短狼不啰嗦，而且他也会发绿雷射啊，有没有缓速效果啊？不知道，他的那个射击的那个音效跟颜色一模模一样样。哎，再个6000，最终形态了吗？最终形态了，哇！炮管轮流发射，雷射再加这个 AOE 的这个范围，双管齐下，感觉有点猛就是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只3000之后呢，它会扣3600的伤害。看一下外观，看不太清楚啊，被挡住了。你为什么要挡住？算了，我给他升上去了，好像外观也没啥改变的样子，哎，有吗？外观有改变吗？没有，哎，好，9000了，有了，加5600伤害，结果这一只呢，好像还没有做好的样子哦，难怪现在召唤不出来。啊，难怪召唤不出来啊，被抓到了这样子哦。然后这边成功的守住了哦，13000点下去，一样外观没变，好哦，外观没变呢。哎呀，好啦，看完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好啦，各位，我们看了几只单位啊？我们总共看了7只哦。哦，这个单位真的是非常的多。啊，我们之后呢还有其他单位可以看哦，就在下一集哦。那下一集没有意外呢，就是看这边的单位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里面的这3只，我觉得还要再过一阵子啊，应该是没有那么快。而且这个好像不能透过氪金啊，没办法透过氪金获得，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啊，就只能慢慢等吧。等到有人有跟别人借，或者是商店拉哦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好啦，那么今天就先到这里结束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。那一样哦，结束之前来抽个奖好了，我们要来抽什么？可是我觉得我今天实测的单位都超烂的，我今天实测的单位啊都烂到爆，我觉得没有必要送给大家。我们来送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送什么，随便吧，我们就送神圣单位随机的一只。好不好？那怎么抽呢？非常简单哦，只要喜欢数达到1000以上，并且按下订阅加小铃铛，以及在影片下方留言输入你的游戏 ID 以及想要对老头说的话，不要复制贴上，就有参加资格了，知道吗？各位，好啦，今天先到这啦，我们下一集厕所塔防再见了，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